条，阿居士有请。这敬畏，那个镜头是不是一巴掌打过来？我就请过去的。摄影师又昏了。一般人其实很难掌握这个菜的特色。没错，不要讲说我们业余的两位妈妈了，我们很多专业的大厨都还做不好。真的，这样是这样子。真的真的，我没有没有，我讲真话，我讲真话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那么像这种油条切的时候呢，尽可能用锯刀。那如果像妈妈讲的两边分开也没有关系，两边把它合过来也可以啊。好，尽可能能够节省能源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干净的东西先弄，就不会把自己弄得鸡飞狗跳的这样。洋葱等一下盖怎么用？一半和到馅里头来，一半拿来爆浆。哦，煮 XO 酱的 sauce。哦。今天说实在的，恭喜两位家里面从此又多一道菜。对。对不对？对。这道菜真的不好做。好，那现在这边蛋白一点点啊。哦，我刚刚加错了，加多了。好，那碧琪进来，洋葱进来，香菜末进来。那么手去抓它，任何调味料都不能摆，因为墨鱼姜很咸很咸的。哦。拍打摔一下。我觉得好想让它摔的感觉。好想给它摔一下，舒服一点。觉得那些墨鱼跟那个虾子，觉得我愿意，我甘愿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！哇，一点都不浪费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一个都不能少。嗯。搭配的刚刚好。油温太高了，就把火关起来。对对对，关起来。对，没错。关系了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，很紧张。很重要的一点，这火是我关的。没事干嘛关的那么早？